哈利路亚，小弟即个在厝向咱在场的好朋友、好厝边。哎呀，小弟在此再一次跟在场的各位好朋友、弟兄姐妹，哎呀，搁咱伫这个所在的诸位信徒，以及在这里的诸位圣徒，大家请安，跟大家请安，安息日平安，安息日平安。真感谢主，今仔日是小弟第一遍来到这义中教会和大家做伙守安息。感谢主，今天是小弟第一次来到这里二重教会和大家一起守安息。但是吼，真正亲像圣经讲的，像确实如同圣经所说的，拄到大家个亲像拄到厝内人啊亲切，遇见大家如同遇见家人一样亲切。大家安尼真热心、真诚意啊接待小弟，大家十分热心诚意的来接待小弟。哦，小弟会当借着在座诸位将感谢归给咱的耶稣基督，让小弟能够借着在座诸位将感谢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看到大家安息日平安出现伫神的面头前，看见大家安息日平安出现在神的面前，求神大大纪念搁祝福在座诸位以及恁心中所爱。以及求神大大的祝福在座的诸位以及你们心中所爱的。今天一波要和我们做回来思想一个题目，今天下午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为什么信徒需要聚会，为何圣徒需要聚会。我们先来看一则经文，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这位先开新约圣经希伯来书，请翻开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十章的二十五节，十章第二十五节。咱中文和合本新约圣经321面倒手下骹。中文和合本新约圣经321面左下方。咱若现袂赴的吼，就莫对咧一直现啊！我今日现了拢无注意听，看有无我会使啦。那我们若来不及翻看一幕也可以。啊，对对的才对啦吼，啊无等于倒倒连就好啊。那跟得上的就一起翻。二小弟来读二十五节，小弟来读二十五节。恁唔通停止聚会。亲像遐停止了惯习的人，等到来彼此宽免。既然知影迄个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阿门。再甲人讲，一开始就讲，恁唔通停止聚会。这里一开始就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无讲唔通停止唱诗。这里没有说不可停止唱诗。嘛唔是唔通停止读经。没有说不可停止读经。这特别强调的是聚会。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聚会。咱对聚会认定是虾米？我们对聚会的认定是什么？咱讲聚会，聚会，咱讲到足惯习的啦。我们说聚会，聚会，说得很习惯。就是这个聚会原文吼，就是三聚。组织聚会艺术尔啦。事实上，聚会的原文就是相聚、聚集在一起而已。因为这讲吼，咱等到爱用安尼彼此劝勉。因为这里说，我们反而要这样彼此劝勉。二十五节上头要讲，迄个是纪念金，什么日子啊？25节后面说到日子临近是什么日子？当然是主耶稣再临的迄个日子，咱大家拢唔知迄个日子啦。当然是主耶稣再临那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日子。所以顶波吼，听咱教会的报告讲，希望咱除了安息日的聚会以外，兄弟姊妹。一礼拜至少找一天来参加暗时的聚会，感谢主用心良苦啦。像我听见我们教会在报告，希望在周间参与一晚的晚间聚会，感谢主用心良苦。因为最近这几冬啊，尤其咱经过这个疫情了后，因为最近这几年经过疫情之后，我发现吼，有的基督徒不止咱教会哦，外教派个愈济哦。我发现有的基督徒不止我们教会，尤其外教派的更多。因为疫情期间习惯讲有线上聚会，因为疫情期间其习惯了线上聚会，所以就讲你嘛真方便啦，佮无一定爱来教会啦。所以心想这样也很方便，不一定要来教会。甚至阿袂疫情以前啊，甚至即马已经恢复啊，有的人还佮。怎安尼习惯啦？怎无啥来呢？甚至现在已经恢复了，却习惯也不太来了。但是要伫疫情之前，小弟就听到有一挂人安尼讲啊。但是在疫情前，小弟就曾听见一些人这么说。有一挂人自称伊嘛是基督徒，有些人自称他们也是基督徒。但是因讲因无需要加入任何教会。但他们说他们不需要加入任何教会。因讲无教会嘛会使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他们说没有教会也可以过着基督徒的生活。亲爱兄弟姐妹，你敢知影这个讲法吼，就是小弟第一遍。来教会讲迄句话啦。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个讲法，就是小弟第一次来教会说的话。我未说咧呀，拄到教会团队个，我讲信耶稣，但一定要到教会，我都不爱去啦。我还没有洗礼遇到教会的传道，我跟他说信耶稣一定要到教会吗？我不要去。是安那因有这款讲法？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因讲到教会之间有
教会有一挂表现不足的所在，因为他们说到教会有一些表现不足的地方，有一挂爱心无够的所在，有一些爱心不够的地方，甚至有一挂彼此无和睦的所在，甚至有一些彼此不和睦的地方。因讲这，咱会使体会，咱嘛会使了解。他们说这，我们可以体会，也可以理解。因甚至讲着讲，哦，足侪人伫教会当中自称是信徒。他们甚至说教会很多人自称是信圣徒，但是言行不一的，但是言行不一。讲到这，咱拢无否认哦。说到这，我们都不否认。因为这教会当中的问题确实是存在。因为教会当中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咱会使理解为人是安尼，是安怎安尼讲。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这么说。所以，因刚刚来到教会，拄到这个代志，听到这个话，心烦呐。所以他们觉得来到教会，听见这些事情，心烦。感觉讲我自己信耶稣较清心呐。觉得我自己信耶稣比较清心。我自己信耶稣较单纯呐。我自己信耶稣比较单纯。来到教会，拄到这个人，听到这个代志，乌烟瘴气啊！信心变倒歹了。来到教会，听到这些事情，信心反而更差了。但是，咱既然自称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但我们既然自称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徒就是的人嘛，对不？你查国语大词典的这个意思嘛，这个、什么的人嘛？这个徒这个字就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人啦、基督的人啦。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人。所以，咱重要是，咱要去注意咱的神，咱主耶稣。安怎看待聚会这件事啦？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神主耶稣怎么看待聚会这件事情。就像头头小弟所讲的，咱会当伫教会内底确实看到足侪不足啊软弱的所在。如刚刚小弟所说，我们在教会确实可以看到很多不足软弱的地方。事实上啊，大家知影，这不是今仔日教会才安尼呢。事实上，这不是今日的教会才这样。咱咧读个新约圣经，拢是两千当前。这神的书道写给各教会的批信，大家知道吗？对吧？我们在读的新约圣经都是两千年前使徒写信给各教会的书信。其实很多批信都是针对两千当前神的教会当中发生的问题所写。其实很多的书信都是针对两千年前新约神的教会所发生的问题所写的。比如说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后书，比如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后书，这就是两封批信、这就是两封书信。大家读的前后书，你会感觉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问题有多吗？大家读了哥林多前后书，觉得哥林多神的教会问题多不多？你都没读过啊，不然都没人动头。那我们有没有读过？哦，那问题有够大的呢。那样的问题很大。你们读哥林多前书有没有发现这个教会问题很严重？你们读哥林多前书有没有发现教会的问题很严重？感谢主啦，咱伫另外一封批信看出来，因的问题有改善啊。感谢主，我们在另一封书信看来，他们的问题得到改善。所以，今咱即马读个圣经，就是两千当前写好众教会的批信。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读的新约圣经，就是写给各教会的书信。教会一直有不足，一直有软弱。教会一直有不足，一直有软弱。安尼就表示讲，咱的聚会是无必要的吗？那这样表示我们的聚会是没有必要的吗？所以接下来短短时间，小弟要用五点。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短短的时间，小弟以五点和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第一点嘛，咱先来知影聚会真重要。第一点，我们为什么知道聚会很重要？因为聚会就是教会上重要的事啦。因为聚会就是教会最重要的事。神下命建立教会，证明教会重要性。神舍命建立教会，证明教会的重要性。咱今麦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咱先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书节到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耶稣讲：“恁讲我是什么人？”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讲：“你是基督，是应承神的子。”十七节，耶稣对伊讲：“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伫天顶的父赐赐的。”十六、十八节，我阁甲你讲：“你是彼得，我要甲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顶，阴间的权柄未敢赢过伊。”咱去看一遍十八节，主耶稣安怎讲？我们再看四十八节，主耶稣怎么说？讲吼，我要甲我的教会建造伫这磐石顶，所以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头前讲着你是彼得啦，前一句说到你是彼得。简单讲吼，今仔日天主教的朋友，
今天你也信耶稣，今天天主教的朋友他们也信耶稣，对不？因为教廷在梵蒂冈，然后有教皇这个职分呐。他们的教廷在梵蒂冈，他们有教皇这样的职分。你讲我现在要设立教皇？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教皇？教皇就是在地面上耶稣基督的代表。教皇就是在地面上耶稣基督的代表。人家讲，这是对圣经都未来的根据啊。那我们问他们，你们从圣经哪里来的根据？所以使徒彼得自己不知呢，他去要追封为地面上第一任教皇啊。使徒彼得他自己不知道被追封为地面上第一任教皇。就是他对咱说，他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十七节啦。根据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因为讲这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讲吼，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顶啦。他说，主耶稣说要将教会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兄弟姊妹，不是安尼呢。事实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朋友，彼得是咱讲的英语这个 Peter 对吧？彼得只是我们英语说的 Peter。这个不是啦，因为咱所读的经文是两千当前的新约希腊文。因为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两千年前的希腊文。这是。希腊文的第四阶段，即马无安尼用啊啦。这是希腊文的第四阶段，现在也不怎么用了。彼得在两千当前的讲法叫做 Petrus， 所以这个彼得在两千年的说法叫做 Petrus。Petrus 就是彼得啦。这个 Petrus 就是彼得。大石头叫做 Petrus 啦。那大石头就是 Petrus。读起来音有三同无？那读起来音非常相似。耶稣是借着彼得的名。想煞甲伊牵挂，你讲教会建立伫磐石顶这件事，所以耶稣是借着彼得的名字，顺带的提到教会建立在磐石这件事。不是讲要甲教会建立伫彼得的身上，而不是要将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比如讲小弟的名叫做苍蝇啊，比如小弟的名字叫做苍蝇。因为妈妈当初是搞好这个名时阵，伊就欠钱的。因为我的母亲取名时，她很缺钱。你讲真正的呢，就严肃的呢，生活问题呢。啊，就是生活的问题。所以伊就欠钱的讲啊，我这大后生出世要取什么名啊？规个仓库内底几啊亿啦。那他非常缺钱，就干脆仓库里面好几个亿。啊，今仔日主耶稣若拄着我的话，伊会安怎讲？那今天主耶稣遇到我，他会怎么说？伊会讲，你是苍蝇。他说你是苍蝇，但是、哦、要在天上的仓库存好几亿，安尼知无？但是要在天上的仓库存好几亿，不是讲要甲几啊亿欠伫我银行的户口啦，而不是要是叫咱爱建立天顶的财宝爱去欠起，安尼大家有理解无？是要将我们将天上的财宝存进去。好啦，所以这节主要咧讲教会，所以这一节主要说到教会。主耶稣的意思，唔是要给教会建造伫人的身上。主耶稣的意思不是将教会建造在人的身上，是要用一家己来建造这个磐石。这个磐石的前后文指的就是耶稣伊本身啦。这个磐石的前后文指的就是耶稣自己本身。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所以咱就会使理解啊，是安那魔鬼伊费尽心思，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魔鬼他要费尽心思，要让人相信耶稣只是一个人的子，不是神的子，伊是人，不是神，要让大家相信耶稣只是一个人子，不是神，他是人。魔鬼上大的成功，就是让世间人抓住得救不只是一种方法而魔鬼最大的成功，就是让世人认为得救不只是一种方法而已。他们相信你今天要得救啊，有足侪途径的，有足侪方法，宗教上选择的。让人相信你今天得救有很多种途径，许多的方法可以选择。甚至乎有的人认为讲，靠着我自己啊，靠着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得到救恩啦。甚至让一些人认为，靠着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得到救恩。事实圣经更不是安尼写啊。事实上，圣经不是这样写。有一节新约经文安尼讲，咱时间无够，卖阁献啊。有一节新约的经文这么说。讲得救是本乎恩，嘛因着信，会记住无？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咱今仔在座诸位安息日，咱来到神的面头前，咱拢是神打算要救的呢。所以我们在座诸位今天安息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神打算要救的。是安那坐伫遮，像着你帮小弟讲诶。我们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像上午小弟所说的，不管你外口是什么身份，不管你即马是安那，不管你好亚善，来个家当拢感官，咱都是兄弟姊妹。不管你外面是什么身份，不论你贫穷富有，我们在这里都是一样的。咱是安那亲做兄弟姊妹，因为咱有同一个天父。我们为什么称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咱嘛有同一个在上的母亲，大家敢知影？我们也有一个在上的母亲，大家知道吗？咱无讲这家的太师，就是讲吼，在上的母亲坐伫耶路撒冷，就是咱的教会啦。神借着教会用福音生了咱啊。在上，加拉太书说到，神借着教会用福音生了我们。所以咱称作兄弟姊妹啊。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所以这就是神要召咱的一个足重要的目的。这就是神要召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咱想看卖，咱读过《使徒行传》第十章，遐讲到一个人叫做哥尼流，会记住无？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说到一个人叫哥尼流。这个哥尼流啊，伊本来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哥尼流他本来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咱发觉神注意到伊啊，神打算要救伊啊。
但是他发觉神注意到他了，神打算要救他了。小弟讲的这段，你若有闲，甲等于《行书大行传》第十章啦，即马无闲啊啦。那我们有空回去可以翻《使徒行传》第十章。所以神要救哥尼流甲因一家伙。所以神要救哥尼流和他一家。我若照即马人有个人讲法，佮直接神启示伊属圣灵给伊就好啊。那如果安尼就解决啦，上简单嘛，对不？若照现在说法，神直接启示他是圣灵给他，最简单就好了。无呢，神大费周章，并没有神，反而大费周章。大家也看一张吼，彼得本来伫厝顶咧祈祷啊。大家若看那一张，彼得原本在屋顶祷告。然后神就先将异象来看，神就先将异象给他看。哦，一块布包起来吼，内底有犹太人认为清洁的、无洁净的，拢伫内面。一块布包起来，里面有犹太人认为清洁的、不洁净的，然后甲伊讲，这拢总会使食。然后告诉他，这都可以吃。啊，然后伊唔知是安那吼，巴肚要要落来时阵，哎，有人来弄门啊。然后他下来肚子饿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了。三个人来催伊，三个人来找他。就是哥尼流啦，派人啦。就是哥尼流派的人。那经文记载是安那哥尼流怎要派人来找使徒彼得？经文记载为什么哥尼流知道要？派人来找使徒彼得，因为神嘛差天使去甲伊讲啊。因为天神也差天使告诉他。我问大家吼，神会使叫天使直接把哥尼流圣灵无？你感觉会使无？神可不可以直接叫天使给哥尼流圣灵？当然会使啊。当然可以。神会使差天使直接甲神的话赐予哥尼流无？会使无？神可不可以直接让天使将神的话赐给哥尼流？当然会使啊。当然可以。无呢，超工我安尼做呢。他故意这么做。讲哦，你去找，你派人去找一个人。说你派人去找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啥物人？你敢知影？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啊，这个人就是咱讲的彼得，就是教会代表，就是教会啦。这个人就是彼得，就是教会的代表，就是教会。啊，彼得那个时阵嘛，唔知啥物意思。彼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安尼，哎，看见异象，咱来找伊去到遐，你聚会祈祷得到圣灵啊。看见异象，人家来找他，到那里祷告聚会，得到圣灵了。刷接下来《使徒行传》十一章，就是你记载什么？接下来《使徒行传》十一章就是记载什么？小弟讲的是十章的故事哦。小弟刚刚说的是第十章的故事。刷接下来《使徒行传》十一章，就是彼得吼，伊感觉这件事足重要，所以等于亚罗沙利的总会甲教会咧报告讲。神接纳外邦人，叫做教会的一部分啦。接下来第十一章就是彼得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回到耶路撒冷来报告神接纳约外邦人了。耶稣教会不同意啊。假使教会不同意，咱各地的信徒组织做会，我们各地的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受割礼，敬拜神受割礼，以教导爱做主的工。被教导要做主的工。耶稣他都讲的这拢无重要。假使刚刚所说的都不重要，安尼表示。耶稣用伊宝贵的活命甲血建造一个无必要的存在，那表示理解无？那表示耶稣用他的生命和血建造了一个不必要的存在。你讲无啊？耶稣宝血是要赐予我的，那是教会。那你说没有？耶稣的宝血是要赐给我的，不是教会。因为他多少小弟讲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圣经写的。因为小弟说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圣经写的。咱先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我们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入恁做全群的监督，恁就应当为家己谨慎，嘛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伊用家己血所买来。阿门。这后半节甲咱讲神的教会定义是啥物？这以后半段说到神的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用家己的血所买来，所以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礼过，这是基础的定义啊。就是耶稣基督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就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礼的基础的定义。但是咱看这头半节，各有两个重点吗？但我们看前半节有两个重点。因为人讲今日我信耶稣，读圣经、祈祷、唱诗，家己的厝内可以再完成啊。有人说我今天信耶稣，祷告、唱诗，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了。安尼甲做到二十八大头前的，结果为家。己谨慎尔，有注意到无？那看到二十八节前面叫做为自己谨慎而已。咱也认为讲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拢是个人的事，这个为家己谨慎尔。我们若认为信仰都是个人自己的事情，就是为自己谨慎。但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但是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因为约翰福音讲讲神就是灵，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就是灵。所以神的意思是，不是爱为家己谨慎的，嘛爱为神的。嘛，爱为全群谨慎，那么快掉啦！所以神的意思是我们不只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信仰不是一个人的事，你还要顾虑到另外一半，叫做为全体。
啊，那个全体指的是什么？所以信仰不是一个人的事，还要顾虑到另外一半。为全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后边讲的神会买来的教会，就是后半段说的神血买来的教会。世俗教会不重要，假使教会不重要，世俗咱拢会使做属灵的独行侠。假使我们都可以做属灵的独行侠，咱每一个信家拢家己信家己的。我们每个信徒都自己信自己的，那样比较轻松，这样比较不会烦心，这样不用注重与其他信徒的来往，那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这样哥尼流也不用去找教会，彼得也不用花些心思精神去跟教会说明是怎样接纳外邦人。彼得也不用花这么多心思去向教会说明为什么要接纳外邦人。教会有一很重要的功效，教会有它很重要的功效。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教会舍命的，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教会舍命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五十二节。我们请看《以弗所书》五章五十二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五十二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五十二节。25节。274名正手顶头，274面右上方。恁做红色，爱听恁的家后，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保罗的体会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命。保罗的体会，保罗的体会是耶稣爱我，为我舍命。但是那是保罗个人信仰的体会，他永远会记住另外一部分。但是这是保罗个人信仰的体会，他永远记得另一部分。保罗若家己秘伫大马色的旷野大树下，继续信耶稣信到死，可不可以啊？保罗若自己躲在大马色的旷野，继续信耶稣信到死，可不可以？可以的，那后来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对不对？啊，后来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因为保罗知道这件事，因为保罗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耶稣为我死，他知道耶稣为我死，但是他也是为教会舍己，就是所有其他的啦。他也为教会舍己，也为所有的人。所以咱也认为教会的是啥？今仔教会伫倒位？唔是这间会堂呢，这是会堂尔，建筑物尔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会堂而已，这是建筑物而已。咱在座啊，除了咱一挂亲爱的朋友，可能还比伫咱今仔所教会洗礼。我们在座的，除了一些朋友，可能还未在耶稣教会洗礼。在座每一位，你已经接受过大水下罪顶头生洗礼。在座的每一位已经接受过大水赦罪重生洗礼的。教会就是咱的。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是指着人啦。教会是指着人。今天就算无建筑物，今天就算没有建筑物，今天咱也伫路中央对面的停车场遐聚会，教会就伫遐啦。今天我们落在路中间停车场那里聚会，教会就在那里。今天若带好咱出去吼，当然安息日咱有会堂爱伫遮。今天若带好咱伫翡翠水库边啊，咱就嘛唱诗祈祷，咱伫遐教会就伫遐啦。今天我们落在翡翠水库旁边唱诗祷告，教会就在那里。因为哥林多前书讲，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因为哥林多前书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真真正正的教会是咱家的人。真正的教会是我们这里的人。所以教会是最重要的。所以教会是很重要的。主耶稣未为着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来舍命，主耶稣不会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而舍命。第一，是怎样咱需要聚会？第二，为什么我们需要聚会？因为神会借着教会操练儿女的灵性。因为神会借着教会操练儿女的灵性。世俗人靠着咱家己，可以在金钱度日。假使我们靠着自己，就可以金钱度日。他都小弟讲吼，今摆有人对主，咱若问讲，你认为什么叫做聚会？我们若问你认为什么是聚会？现在小弟有大概三秒情况嘛的，你认为让你一句话来定义什么叫聚会？那让我们一句话来定义什么是聚会。我发现吼，一部分的人讲未完全。那我发现有一部分的人说不完全。因为讲聚会就是讲到就唱诗嘛，祈祷嘛。那说到聚会就会说唱诗祷告。读经听道理嘛。就读经听道理。对吧？那是不是？那安尼唔免来呢？如果是这样，不用来。您听有无？那安尼叫个聚会，咱今仔唔免谈遮。那安尼叫聚会，我搁对嘉义走到遮来，我是咧会多啊。如果这样叫聚会，我不用从嘉义跑到这里来了。唱诗、祈祷、听道理、读经，在线上就可以了。大家知道吗？唱诗、祷告、听道理、读经，在线上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只回答讲一句话，那是刚59分尔，无及格哦。所以如果只回答这样的话，那只有59分，不及格。我对圣经领受，我用一句大白话，什么叫做主会？我用从圣经领受的一句白话说，今天耶稣教会的定书就是讲爱做这嘛，啊，这是重要是重要，但是不是干安尼尔？因为耶稣教会的程序是做这些，重要归重要，但不只是这样。主会就是咱家神所精选的人啊。主会就是我们这里神所拣选的人。我爱来。让你看一下，我也来给你看一下，你有了解吗？我要来给你看一下，我也看你一下。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三聚？什么叫做相聚？我来让你看一下，看我变大块哦。我来让你看一下，有没有变胖了？你也来让我看一下，看你有平安吗？那你也来让我看一下，是不是平安？看一下什么意思？不是，我是讲看一下，看一下什么意思？那看一下是什么意思呢？看一下，不知道。你最近好不？那看一下你最近好吗？你领导的人好不？那你的家人好吗？我跟你讲我好不？那告诉你我好不好？我台北哦。那我怎么样了？我们这位同心合意来祈祷好不？那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祷告。我们好，我们为着那些需要的人来祈祷好不？我们都好，我们为了那些需要的人祷告。各位主会，那只是唱诗、祈祷、读经、听道理。耶稣那句话就无多完成啊！什么话恁会记住无？各位聚会，如果只是来祷告、读经、唱诗、听道理，耶稣的那句话就无法完成了。恁爱彼此相疼，亲像我疼恁同款。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跟你讲吼，你敢会足爱一个人诶？感觉一两礼拜连看到伊，无看到伊拢无要紧。会这样子吗？那你变态啊！那你可能喜欢很爱一个人，但是一两个礼拜没看见他都不要紧。你不管是爱恁囝啊、爱恁孙啊、爱什么人，你就爱一个人，就是恨不得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对不？当你很爱一个人，你恨不得天天和他黏在一起。一礼拜半个月、一个月没看到，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怎么可以一个礼拜？不在乎他嘛？很久没看到，那代表你不在乎他。要怎么彼此相爱？那要如何彼此相爱？刚看到你来，我就欢喜啊！刚我即马看到恁坐伫遮拜耶稣，我就开始欢喜啊！看见你们坐在这里拜耶稣，我就开始喜乐了。走一条路，但是要看这啊！那一趟路来就是要看这个。恁一礼拜除了安息日，平常时暗时过来一届，就是要看这，红看一个啊！那我们一个礼拜除了安息日再来一天，就是要让这里大家看一下。所以小弟伫我主牧个教会，我拢讲，我今仔来看到大家，嘛好来大家看一个。所以小弟在我注目的教会都说，今天来看大家，也让大家看一下。这是真正聚会的目的啦，这才是真正聚会的目的。其他拢无需要其他的人啦。那其他人都不需要其他的人。爱其他的人。唱诗需要其他人吗？当得爱一点爱其他的人。祷告一定需要其他人吗？听道理，读经当得爱其他的人。听道理，读经需要其他人吗？要做这些，我看我三五当拢免出来，我嘛家己会养做啊。那要做这些，我三五年都不用出来，自己都会做了。无需要聚会，表示基督徒无需要彼此。不需要聚会，代表基督徒不需要彼此。咱自己的灵性上就可以长进。我们自己在灵性上就可以长进。咱不用跟人沟通。我们不用与人交通。咱来注意哦。我们要注意。现在问大家，请教大家，您感觉归本，咱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什么？那现在请教大家，认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核心价值是什么？圣经经文不用这个字啦，我用现在现代的字来讲。圣经经文没有这样的字眼，我用现代的字来说。圣经的查考就是两个字，叫做关系。我们回去查考，就是两个字，关系。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咱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咱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都理解哦。咱先来看一个警察小弟继续讲。我们看一段经文。咱来看马太福音22:37。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2:37。马太福音22:37。马太福音22:37到40节。耶稣对伊讲：“你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38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上大的。39节，第二嘛差不多，就是爱人如己。”40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道理的总拳头。阿门。这爱人亲像家己，所以爱人如己。但是头前是你讲爱神呢，但是前面说到的是爱神。这爱神就是咱甲神之间的关系啦，对不？爱神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是安尼尔？所以有人讲。我信神啊，我个信神就好，我想要和你们这些人来往。所以有人说我信神，我信神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这些人来往？为什么这么多事情这么麻烦？
现在都爱不这些代志。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事情？因为你无体会到，规本圣经就是你讲咱甲神含咱含人。因为你没有体会到，整本圣经说的就是我们与神，还有我们与人。那请教大家，咱含人含什么人？那再请教大家，我们和人是什么人？规本圣经拢是照神的意思，你甲咱含所有的人安怎来往？所有的人。整本圣经教我们的和就是我们和所有的人怎么来往？唔是甲含信者来往呢？不是与信徒来往而已。妈咪啊，唔是信者的人要怎来往呢？也不是说非信徒怎么来往。我含遐吼，甲你当作眼中钉，你的仇敌要怎来往呢？记不？和那些你的仇敌眼中钉的人，来甲你笑后开。那扯你后腿的，那些误解你的，那些伤害你的，所以也要爱仇敌呢。所以要爱仇敌。我们大家呀、啊，是爱谁的仇敌？那是爱谁的仇敌？圣经经文就重要，伊讲你要爱你的仇敌，是你家己的哦。圣经经文很重要，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咱早起不是讲咱常常拢搞错啊，咱。爱会记一个，咱拢袂记一个，咱应该爱袂记一个，咱记条条。我们早上说到，我们该忘记的都记得，该记得的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爱仇敌，因为我们很容易爱仇敌，我们就爱谁的仇敌，我们爱谁的仇敌，咱容易爱别人的仇敌啦。我们都去爱别人的仇敌。所以别人讲啊，这个代志要那个啊，消失啦，原谅伊啦，吼，你免得别人就简单呢。所以我们勉励别人都小事，原谅他。啊伊呐含道理作对，那含教会作对，你阁叫教会爱原谅伊，无教会无爱心。那他与道理作对，与教会作对，你还叫教会要原谅他，不然没有爱心。无呢，圣经无叫咱下边神的修订呢，圣经无叫咱下边众神的修订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赦免神的仇敌，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圣经是叫。叫我赦免我的仇敌，安尼有了解吗？圣经是叫我赦免我的仇敌，会伤害过你的。那伤害过你的，现在还与你作对的，一直误解你的，让你很痛苦的。你不要去赦免别人的，你也不要来社会神赦免神跟教会的，你赦免你自己的。我们不要赦免别人的。每一个东西安尼讲，咱拢无，咱无一定在教责。我们看每个地方都是这么说，我们不一定照做。所以为了犹大，所以话又说回来，圣经的教咱含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圣经教导我们与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安尼，小弟佮一个结论，佮大家讲，这本来这个结论爱佮讲两点钟，我直接讲结论啦。小弟直接说结论，咱伫世间含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拢会变成咱佮神之间的关系。好，家己偷偷体会。我们在世上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最后都会变成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千万不要再讲吼。我信神就是对神负责就好，你根本没读过圣经这样说。千万不要再说我信神对神负责就好，这是没读过圣经的。你在地面上，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温存的、哦、不管是你有欢喜不欢喜，都是神温存的。你在世上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你喜不喜欢，都是神允许的。神若不温存，你要找也找不到啦。神若不允许，你要找也找不到。神若温存这些人来咱身躯边，进入咱的生活当中。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人来到我们的身边，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要让我们学习道理、啊、就是要让我们学习道理的，要让我们体会生命，要让我们体会生命，要让我们依靠神、啊、要让我们依靠神。什么所在最适合大家知道吗？什么地方最适合大家知道吗？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我说一句实在话、哦、对一些人来说，教会最乌烟瘴气啦。对一些人来说，教会是最乌烟瘴气的。除了这个，有可能是家庭啦。除了这，有可能是他的家庭。所以现在有的人不来教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不来教会了？我说真的嘛，十个人里面有四个都不来嘛。所以十个人里面有四个都不来了。啊，你问他不来，他一定有他的故事。那你问他为什么不来，他有他的故事。现在小弟不是你这笔，我是说我可以理解大家人都有大家过去的故事。小弟可以理解大家都有自己的过去故事。你看，咱男生那含咱较无关系、无认识的，伊讲什么会做什么代志吼？不理他就算了嘛，对不对？和我们一些没有关系、不熟识的，他说的话不理他就算了。那看不着嘛？那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嘛？对啊，听不到。啊，什么代志上艰苦？那什么事情最痛苦？就是每天暗暝烧肚面吼，阿姨讲的话、做的代志，你搁足艰苦的，足无介意款。就是每天要与他相见，他说的话、做的事情，你又很不喜欢。这个主题爱跳过，要讲下开。神安排咱今仔日伫遮，神安排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二重嘛，这里是二重。我来讲，恁拢是神特选挑工经来遮，恁敢有法度伫遮？你们都是神特别挑选在这里的，才有办法在这里。过去吼，捌有一个兄弟甲小弟讲过，
过去曾经有一个小弟，曾经有一个弟兄跟小弟说过，反正我想要带我的家庭来另外一个所在真耶稣教会。所传道，我想要带我的家庭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真耶稣教会。伊讲呐，我个问讲是安怎？我问他为什么？我无注目遐啦。我没有注目那里。讲吼，即个基督风气嘛无好啦，啊人拢讲东讲西啦。他说这个祷告风气也不好，那旁人又说来说去，又彼此吵架。我为着我下一代信仰吼，我想带来另外一个风气较好。较单纯的教会安尼较好啦。我为了下一代信仰，想到一个风气比较好、比较单纯的教会。然后我就甲伊讲：，啊，你也要刷，这是你的决定。但是我奉劝你卖刷。那我告诉他，你要迁移是你的决定，但我奉劝你不要。我讲你的查个家吼，表示你知影什么是较好的。我说你会察觉这些，代表你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你也希望会当拄到一个较好的属灵环境。你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属灵环境。但是你敢知你甲你的家庭即马伫家，或者是有一句话我们常常讲，就是岂不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有句话我们常说，岂不是为了现在的机会吗？这写伫倒位恁的记者啦，哈。写在哪里？就《以斯帖记》家己写那啦。在《以斯帖记》。你今天在这是神特别安排的。你今天在这里是神特别安排的。你期待有一个更好的属灵环境，为什么你自己不在这里就创造或努力让这里成为一个更好的属灵环境呢？你期待一个更好的属灵环境，为什么不自己在这里创造呢？你觉得其他人祷告时间太短，你为什么不提前30分钟就先来跪着祷告呢？觉得其他人祷告时间太短。为什么不提前来呢？你觉得大家唱诗有气无力，你为什么不先来唱诗很大声呢？不管好不好听。为什么你不自己先来唱诗呢？你觉得大家都来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你为什么不跟你家人就成为一个开始，先在这边只讲造就人的好话，其他都不讲呢？为什么不从你开始只讲造就人的好话呢？我说这是神安排你在这，就是希望这就你。我说来爱伊所爱这些人，神安排在你在这里，也许就是借着你来爱他所爱的人。所以吼，比如讲，咱有人讲的因素。所以，比如说，我们有的人说了恩赐，神是咱一并赶鬼的因素。神是我们一并赶鬼的恩赐。为人有一并赶鬼的因素。有的人有一并赶鬼的恩赐。为人有带道的因素。有的人有带道的恩赐。为人有讲道的因素。有的人有讲道的恩赐。为人有访问的因素。有的人有访问的恩赐。神赐予咱遮无同的因素，咱卖现经文啊吼，是为着咱家己吗？神赐给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是为了我们自己吗？所以神，我讲道是为着要徛伫本所内底行头前，甲家己讲道吗？所以神让我能够讲道，是要在镜子前面跟自己讲道吗？神赐予我一并改过的因素，是要等阮道的人犯鬼才改改鬼吗？神让我能够一并改鬼，是要等我家的人犯鬼再为他赶鬼吗？不是，拢是为着教会。都是为了教会，所以神给我们这些因素，就是要来神的教会里面来发挥这些因素。神给我们这些恩赐，就是要到神的教会里面来发现这些恩赐。不是要让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不是让我们为了自己。这样又一个问题来，我们如果没常常相聚，那如果有一个就有个问题了，如果不常常相聚，我跟大家说，现在要听道理有够简单的啦。现在要听道理非常的简单。我们如果是要来读经听道理，我跟你说，加YouTube 个网上诶，听到我四为止拢听袂了，你要信无？我都免来教会啊。我只是要听道理，在网络上的道理，听到死都听不完，不用来教会了。但是你下礼拜暗时若无来，下礼拜你有想法，你都唔知影你身躯边的人最近状况安怎，是不是安尼？但你下个礼拜如果没有来，就不知道身边的人状况如何。你就算打电话，你嘛敢了解几个尔？你无都看到其他愈侪啦。你如果打电话，也是看到几个，你没有办法看到所有的人。看到伊的面色，看到他的脸色，看到伊的身体，看到他的身体。然后还没讲几句啊，然后和他说几句。你还没讲，你才了解即马有虾米款的需要存在。你和他们说，才知道有什样的需要存在。然后才会当照着神所赐予咱的。来彼此造就，彼此相疼，然后才可以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彼此造就，彼此相爱。圣经讲，咱爱忍耐，会记住无？圣经说，我们要忍耐。但咱讲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要忍耐什么？我要忍耐什么？我是今嘛怎啊？秘伫房间啊，食火锅，食到大粒，甲细粒，关个。讲安尼，我就忍耐，安尼叫忍耐吗？那躲在房间吃火锅，吃到满头大汗，叫忍耐吗？无来教会，没有来教会。来教会，来到教会，来教会吼，你个知影讲，有当时啊，你做个老官去用嫌个老懒。有时候我们知道来教会会吃力不讨好，你得爱开始操练忍耐啊，就要开始操练忍耐。
别人讲话拢是甲你误解，你听袂落。别人说的话都误解你，听不下去。但是你爱操练讲，你爱下面一个爱讲造就人的好话。但是你要操练自己，要赦免他，还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你生活已经足忝的啊！你的生活已经很累了。一个来个爱去关心其他人沉重的事，来了还要关心其他人沉重的事。你的压力很重。这就是你爱忍耐的所在。这就是你要忍耐的地方。因为你忍耐就是两千当前主耶稣甲使徒因拢做过。因为你的忍耐就是两千年前主耶稣和使徒都做过的。所以咱的信仰未使自我感觉良好了。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未信主之前，我真正安尼想咧。因为我没有信主之前，我真的这么想。甚至我带洗礼了来教会一段时间吼。甚至我刚实在话，我感觉安怎？我刚洗礼完来到教会这段时间，我觉得怎么样？我感觉我伫厝内祈祷读经，我的灵性是安尼起的。我觉得我在家里聚会读经，我的灵性是上升的。参加团契啊，一寡事工，我的信心怎变安尼？来教会参加团契事工，我的信心向下了。你们可以了解吗？主要说信仰讲实话哦，我感觉伫厝内家己咧读经祈祷，我的信心会增长，然后来个教会，我的信心拢找底。我觉得我在家里信心增长，在教会信心却往下。对啊，一档、两档、三档、十档、二十档一直来。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一直来。我才知啊，这叫个学习真理啦。我才知道这叫做学习真理。在房间内底是要安怎彼此赦免？在房间里面要如何彼此赦免？拢卖去听一挂阿杂的事，是要安怎彼此饶恕？不去听一些其他的事情，怎么彼此饶恕？拢唔知影人的状况是要安怎彼此代祷啦？不知道别人的状况，怎么彼此代祷？所以咱讲的，神希望咱唔通停止聚会。所以我们说回来，神希望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因为聚会一个最重要，就是要让咱彼此啥掉，操练咱的灵性。因为聚会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操练我们的灵性。咱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请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独独用爱心讲诚实话。凡事忠诚，念在元首基督，十六节，全心拢靠伊，然后咧学习，百节拢各按基节，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家基。阿门。这就是他大小弟讲的遐的理，就是安尼啦。这是刚刚小弟所说的，就是这样。嘛是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三，是安怎信徒？需要聚会。第三，为什么圣徒需要聚会？讲一个较文雅的，叫做咱的神足活力，集体崇拜这件事。说个文雅一点的，我们的神很喜悦集体崇拜这件事情。小弟马上说，马上说明。小弟来说明。讲一个较明的吼，神希望看到咱大家做伙啦。那说简单一点，神希望看到我们大家一起。主耶稣安怎讲？咱来看哈。主耶稣怎么说？我们来看。咱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三十四面。三十四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搁用石头拍死迄红切肯到你家来啦。我真侪遍愿意组织你的儿女，亲像鸡卵，甲细只鸡仔组织伫一个的脚，只是恁无愿意。阿门。那各位，这的组织就是聚会迄个字哦。这里的聚集就是聚会的那个字眼。所以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伊其实咧讲语言呐、啊。所以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他在说语言。但是伊嘛咧讲出伊的心声啦、啊。他也说出他的心声。耶稣讲，我足侪遍愿意组织你的儿女。耶稣说：“都是这些信者啦。”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就是这些信徒。”然后后边做一个比喻，母鸡跟小鸡。然后后面做一个母鸡和小鸡的比喻。哦，但是咱无愿意啊。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所以各位，你有发现一件事无？咱刚刚讲，你读古约圣经，神吼，伊就爱各所在的人，一当三遍甲五遍，拢组织甲圣殿耶路撒冷来，有发现这件事无？所以我们有没有发觉，在旧约圣经，神喜欢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到耶路撒冷来？各位，这个什么？这叫神学上信啊，上叫做中央集体崇拜啦。这在神学上叫做中央集体崇拜。你刚想着，你也住伫耶路撒冷，你个足方便的呢。那你若住在耶路撒冷，你很方便。你也无住伫耶路撒冷，要对各地个组织甲家。
那是要开多少钱，用多少时间跟体力，有想过吗？你若没有住在耶路撒冷，要从别的地方到这里要花多少的时间体力？那不是你自己来就好啊，你要连家带小住棚节要这回来呢？还不是你自己来就好，住棚节要连家带小一起带来，是怎样？为什么呢？然后吼，神对一件事就无欢喜的。然后神对一件事情很不喜悦。而且呢，你姊妹，你若读旧约圣经吼，咱即摆无闲啊，有看到定定旧约圣经拢写着一件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有注意到无？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有一句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你敢知影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秋坛就是吼，伫旧约的百姓，因起伫较悬的所在，家己咧拜天顶真神耶和华的所在啦。丘坛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盖在高的地方要拜天上真神。你若讲战乱，还是拄到大意外，这高不义将要阁无要紧啦。我们若是说战乱或是大意外，这逼不得已的，那但是明明国家平安，亲像咱即卖疫情已经过啊。那明明即现在国家平安，疫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嘛理所当然爱来聚集吧。大家也理所当然要来聚集了。奇怪，王也好，祭司也好。奇怪，王也好，祭司也好，百姓也好，也搁有个人贪图方便，讲啊，我嘛咧拜神啊，嘛是安尼用烧纸啊，家己也搁留伫秋坛遐搁留咧，继续踮遐咧拜，无来耶路撒冷啊。还有的人留在秋坛继续的拜，不来耶路撒冷。我问大家，神在不在意这件事情？问大家，神在不在意这件事情？神不在意，就不会在旧约圣经一再强调出来了。只是秋坛还没废去，只是秋坛还没废去，伊就在意的哦。神非常的在意。但是嘛，按恁这么讲，神是安那在意这件事？现在连主耶稣拢讲这件事。但为什么神甚至连主耶稣也说这件事情？来，咱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伫倒位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遐都有我在因中间。阿门。各位，奉两三个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主耶稣讲的啊。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不是讲读经，这不是说读经，这嘛不是讲唱诗尔，这不是说唱诗而已，这嘛不是祈祷尔，这也不是祷告而已。三主，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三主，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相聚。这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三主，就是要彼此行出神吩咐的遐话啦。这两三个人相聚，就是要彼此行出神所吩咐的那些话。所以，咱也希望神伫咱中间呐，即只爱做到咧。所以，我们若希望神在我们中间这一节要做到。问讲是安怎吼？刚刚问说是什么样？咱中间有这些老爸老母嘛？我们中间有很多父母亲，这些阿公阿妈，有很多爷爷奶奶。我唔知阿公你的儿女有几个，孙阿已经几个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儿女孙子有几位了。咱想看嘛，咱用。因为神让咱做老爸老父嘛，是要体会咱甲神之间的关系啦。因为神让我们为人父母，也是要让我们体会与神关系。我刚刚神设立的五伦这些伦常啦，吼，父母君臣呢是什么，拢是为特别让咱体会含神之间的关系啦。我觉得神所设立的这些伦常关系，都是让我们体会与神的关系。连夫妇嘛是同款，连夫妇也是一样。咱老儿孙啊，结果哎，天，永远伊拢未做伙。那我们若有儿孙，他们永远不相聚。咱的一路之间彼此冤家，我们儿女之间彼此吵架，未拄好，那就不和好。我说输啦吼，我假设一个状况，应该不会这样。假设这个如果初一来，那个就初二来，这个初三来，反正他们就是不要一起来。那大家就是不碰面在一起来，因为彼此有误会，因为他们彼此有误会，到底会艰苦，他们在一起会难受。啊，你哪无做回来？那问他们怎么不一起来？因为咱做人时代，咱就足希望看到咱的时势，拢彼此和睦，彼此相疼，咱会希望安尼无？因为我们做长辈的，希望我们的晚辈彼此和睦，彼此相爱。你哪会拢挑工经济，无含恁大兄大姐？那小肚面，你怎么都不和你大哥大姐来打个照面？免啦，爸爸，我刚关心你尔啦。他说不用，父亲，我关心你而已。我心中拢是你啦，我心中都是你。啊，你哪无含恁做伙？那你怎么没有和他们一起？我大兄无介意我啦。那我大哥不喜欢我。我大姐看我袂起啦。我大姐看不起我。我含伊袂拄好啦。我和他们不好。各位士大，你安尼心中，各位长辈，你心中会艰苦哦。连我们的心中会不会难过？做老爸问讲。天父甲咱，啊，你哪会拢一个人咧读经祈祷，拢无去教会下面定定做伙？天父问我们，为什么都一个人读经祷告，没有到教会和他们一起？咱就开始讲，爸啊，因为姐姐无好。我们开始说父啊，因为姐姐不好。因为哥哥不良。因为哥哥不良。因为小弟无需要我。因为小弟不需要我。因为妹妹和我冤家。因为妹妹和我吵架。
所以我一个人来到你面头前。所以我一个人来到你面前。天父是什么心情？天父是什么心情？伊就爱看到伊的儿女组织社会彼此三条。伊，我跟你讲，神就爱看到这個，伊就爱看到这個。神很爱看到他的儿女彼此聚会，彼此相爱。你看到这個啊，比你看到每天米开你读经祈祷，搁较欢喜，唔知几倍。他看见这样，比你每天读起来读经祷告，不知道高兴几倍。咱的信仰不是干读经、甲祈祷、甲唱诗呢？我们信仰不是只有读经祷告。咱的信仰嘛，不是干听道理呢？这有重要吧？有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啥？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讲，只是因无愿意。耶稣说，只是他们不愿意。也无愿意的人，一人一款借口，一个人一款理由。那些不愿意的人，一人一种借口理由。绝对拢有理由啦，绝对都有理由。但是耶稣无要插嘴，敢讲只是因无愿意。耶稣不管这个，只说只是他们不愿意。所以各位啊，咱若会当体会到天父的心肠。所以各位，我们若能够体会天父的心肠，会当了解三主真正意义，可以了解相聚真正的意义，咱就会当让天父欢喜。我们就可以让天父天父欢喜，咱就蒙福啦。我们就蒙福了。再来第四点是安那聚会对咱来讲是需要的。再来第四点，为什么聚会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因为神借着聚会，赐了完整的真理，嘛保存完整的真理啦。简单说，神借着聚会赐下完整的真理，也保存完整的真理。神让咱聚会，就是要让咱得到伊的言语。神要我们聚会，就是要让我们得到他的言语。啊，有的人心中就安尼讲啊。有的人心中这么说。你刚讲无传道，就袂当读圣经吗？难道没有传道就不能读圣经吗？啊，要得到圣经的道理，我伫网络顶看看嘛会使啊。要得到圣经的道理，我在网络上看也可以。小弟的意思是讲，咱。有责任读圣经。小弟的意思是我们有责任读圣经，但是咱嘛要正确去理解，才会真理要怎实行在咱的生活当中，搁家行出来。但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些真理要如何实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把它行出来。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十五节。你应当尽力在神的面头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阿门。所以神有安排教会内底有的人吼，会当正确，我们叫正确的诠释圣经。所以神安排了教会的一些人，我们说可以正确的诠释圣经。咱即摆发现吼，伫某一挂基督徒的朋友，或者是某一挂教派的问题在倒位？我们现在发现某些基督徒朋友一些教派的问题在哪里？那不是你批评啦，因为咱嘛把这当作警戒，嘛希望咱的教会嘛有这款状况。我们不是批评，我们当作警戒，也不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每一个教派的人拢在读圣经，除了少数那些去读圣经之外东西的人，大部分的基督教派都在读圣经。大部分的基督教派每一个都在读圣经，但是常常发现讲，咱读圣经拢是。读到一段大意的经文，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读到一段自己喜欢的经文，我们就抓住了，甚至到尾啊吼，我敢相信这讲的经文，我敢相信这个经文，其他经文我唔知啊。甚至到最后，我只相信这个经文，其他的经文我不知道。各位你敢知啊？那读圣经拢敢读家己喜欢的，啊记条条，其他的拢不在乎哦。这久而久之，一定会惊歪，甚至变成异端。如果读圣经只读自己喜欢的，久而久之一定会变成异端。今天有分成这么多宗派团体，今天有分成这么多的宗派团体，甚至有所有的异端三星都是对这开始，甚至有所谓的异端产生都是从这里开始，就是对圣经各个三面是一个个各取所好啦，就是对于圣经各取所好。咱之所以聚会，是因为虽然咱拢领受同一个真理的圣灵，我们之所以要聚会，是因为我们虽然都领受同一个真理的圣灵，但是啊，咱嘛对圣灵领受无同的因素，但我们也从圣灵领受了不一样的恩赐，互相做肢体呢，互相作为肢体。来，咱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十二章二八节到三十节，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
再来是行异灵的，再来是得因属异病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讲方言的，29节。敢拢是师徒吗？敢拢是先知吗？敢拢是老师吗？敢拢是行异灵的吗？30节。敢拢是得因属异病的吗？敢拢是讲方言的吗？敢拢是翻译方言的吗？好，所以才甲人讲，教会内底有遮济无同因素的。你可以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不同恩赐的人。甚至他都有讲解经解惑的，甚至有解经解惑的，这就是教会安尼三聚的原因啦。这就是教会我们相聚的原因。借着咱无同对神领受的因素，会当知影有需要的时阵彼此造就、彼此互补，安尼大家了解无？借着不同的恩赐，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彼此帮助、彼此互补。这内底是最重要的，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咱大家虽然读经啊，但是神安排有的人特别替咱会当解经。个解碎圣经，就是我们一样是读经，有人可以为了我们解经、解释圣经。安尼，咱伫道理上啊，才会当愈来愈完整，才会当得到保存。那我们在道理上可以越来越完整，可以得到保存。因为教会就是咱这群的人，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啥物？因为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咱来看提摩太前书3:15，就是这个目的啦。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3:15，就是这一个目的。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3:15。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3:15。设使我单面入故，你嘛通知影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应承神的教会，真理的条件甲根基。阿门。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就是要成做真理的条件甲根基。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和目的，就是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是真理？就是神完整唯一的规模，这个真理就是神完整话语的规模，不是要各取所好，也不是各取所需的，不是各取所好，也不是各取所需。所以现在有的教派啊，应该相信神是听，因无相信神的在临呢。所以他们有的教派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的在临。你讲一直解释讲神就是爱，就是爱，到尾啊，他就会帮某些同性恋的朋友们在会堂里面证婚。我们如果一直相信神就是爱，到最后他在会堂里面帮同性恋朋友证婚，因为他讲究爱，因为他只讲究爱。但是无去读头前古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神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爱改的，没有他没去注意这，没有去读圣经里面神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有的教派啊，他也没去读雅各书呢，他把雅各书拆掉呢。所以有的教派把雅各书撕掉，因为说雅各书你强调信心跟行为，信心跟行为不用啦，行为那么复杂。他们说雅各书是强调的信心和行为太复杂了。有信心就很了不起啦！有信心就很了不起了。愿意承认耶稣是主就好了。愿意承认耶稣是主就好了。所以不管你外靠你吃什么头路，有合法不合法的。不论你外面从事什么工作合不合法，是不是神认为好坏都不要紧，反正你只要信耶稣是神，这样就都不 OK 啊，是不是这样？神认为好坏，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是这样吗？甚至有来到神的面头前就好了，甚至有来到神的面前就好了。你讲究什么是安息日？不用讲究什么是安息日。有办圣餐礼就好了，就一定要用那无酵饼吗？有办圣餐礼就好了，一定要无酵饼吗？小弟不用再说下去了。如果我们照着自己的方便都各取所需，自以为有理，这就是今天 教派有15,000派的原因啦。15,000派，我们若自取所需，自以为有理，这就是现在15,000个教派的原因。但是真正神的儿女会聚集社会，但真正神的儿女会聚集在一起，会因为借着圣灵的引带和教导，会因为借着圣灵的引领，对道理有体会，对道理有体会，彼此交流，彼此宽勉。彼此交流，彼此劝勉。那这个完整真理的规模就保留下来，成做真理的条件和根基。然后这个完整真理的规模就成为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设施一个人有解经的因素，假使一个人有解经的恩赐，他又不想要聚会，他又不想聚会，那叫做自私自利与骄傲。那叫做自私自利与骄傲。设施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解经的因素，我们又不想要聚会，假使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解经的恩赐又不想聚会，那会留地步和魔鬼做工，那就是留地步给魔鬼做工，然后产生属灵的偏差和危险，然后产生属灵的偏差和危险。聚会很重要是这样呢，所以聚会很重要。我们说最后一项跟他说就好，我们说最后一点，那神爱咱信徒，爱三组聚会。为什么神要我们圣徒要相聚？因为只有三组聚会，才能完成更加大的使命，神交代的目标。因为只有相聚聚会，才可以完成神交代的目标，更大的使命。我们说一个就好。大家拢读过马可福音16:15，主要说讲，你爱用普天下去传福音嘛，万民听，好，来做我的门徒，大家一个字不？我们都读过马可福音16:15，要往普天下传福音。觉得这一句话只是对使徒讲的，请举手。我知道你拢不会举手了，所以我跳肛门的啦。如果我们有，没嘛，你没人举手嘛？我们没有人举手。
那侬刚刚说没有呢？主耶稣对我讲的话，对不对？我们都认为是主耶稣对我讲的话。诶，咱起码在座各位，恁有恁的家庭，有恁的生活，有恁的体力，咱有法度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吗？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家庭、有生活、有不一样的体力，可以往普天下传福音吗？起码要叫咱去屏东遐传福音，我看到有咩惊未到啊？还普天下咧。我们现在光是要到屏东，可能都走不到了。这重要的目标跟使命要哪完成？这么重要的目标和使命怎么完成？所以有一挂人啊。因就会献身，亲像小弟这样的同工。所以有些人就会献身，像是小弟的一些同工。因的天职啊，虽然您叫传道，我认为那是一个天职。因的天职是什么？虽然我们称为传道，但有小弟认为他们的天职是什么？不是站在这里牧羊教会讲道访问安尼尔啦。不是站在这里牧羊教会讲道访问而已。所以常常对总会来拢有一道圣旨。所以常常从教总会我们叫公文、啊、我们公文我称为圣旨。因为现在讲圣旨，就神是神的嘛，旨意嘛。因为神是圣的旨意。顶头拢写奉主耶稣圣名，会记住无？咱公文是不是拢安尼？我们公文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我唔知系对你来讲是啥，对我来讲那个叫做圣旨。啊，对我来说那是圣旨。来吼、哦，叫你去倒位就去倒位，去外久就外久，无你小舅问的。那叫你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多久就去多久，没有先问过你。不管我囡仔有破病，不管我太太有代志要办，无拢不管的，时间到我就爱去嘞。不论你是家庭状况怎么样，时间到了你都要去。除了现在太空船还没上宇宙，以后或许可以了。那现在是太空船还没有上宇宙。有人讲啊，多讲到这些我就临时讲啦。有人讲，哎，传道有没有外星人？啊，有人问我传道有没有外星人？我讲，我唔知呢。我说：“啊、如果有外星人怎么办？”我说：“他问我说，如果有外星人怎么办？”我说：“那就向外星人传福音呢、啊。”啊，我说：“就向他们传福音。”那现在都还没行出去，还没遇到嘛，对不？那现在还没有走出去，因为咱拢是受造之物啊，因为我们都是受造之物。哎、欸，啊，这些人出去要靠着什么？这些人出去要靠着什么？现在有人去美国，有人去印度，有人去非洲，拢有咱的教会，拢有真耶稣教会呢。今天有人去美国，有人去印度，有人去非洲，都有我们的建筑教会。那、啊、是靠着咱杀猪啊！那就是靠着我们相助。杀猪的人来跟你讲，哎、欸，今麦教会去台里传福音吗？我们相聚就会有人说教会去传福音了。今麦有甚么人要准备去啊？现在有什么人准备要去了？咱中间至少关心咱到几多，对不？我们至少彼此关心，互相祷告。咱若无接到杀猪，咱哪会知啊？这教会正在发展的一些讯息，我们若不借着相聚，怎么知道教会发展的讯息？咱知影会祈祷嘛？我们知道就会祷告。咱不只会祈祷，会那较有感动、较有方法的，伊就会奉献嘛。我们若不止祷告，有一些有方法的感动的。从台北划独木舟划到印度南边去吗？那难道他们是划独木舟到印度去吗？伊遐交通费、伊遐选择费用，这拢写在圣经里面，拢是咱兄弟姊妹做伙。社会来参与的，那些交通费、那些宣道的费用，都是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的。啊，这就是要借着杀猪才能完成。这就是要借着相聚才能够完成。杀猪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神教会、神国的状况。相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神国的状况。然后咱会使带到，然后我们可以带到，然后咱会使奉献，我们可以奉献，甚至为人可以使参与，甚至有的人可以参与。这都不是咱自己一个人信主做会到的，是不是？这都不是我们一个人信主可以做到的。上尾咱看几节就结束。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咱先看新约圣经腓立比。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到六节，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到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六节。277面。277面。因为对头一天直到呾，恁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迄伫恁心内动了善工的，得甲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阿门。小弟相信这两节上尾送下咱义义堂家亲爱兄弟姊妹。小弟将这两节最后送给我们儿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嘛是你讲你。我相信这也是在说你们。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在恁心中动了这善工的，嘛的确要成全这工。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也必成全这工。咱来这聚会是对的。我们来这里聚会是对的。方看嘛，看别人嘛，了解神国的需要来参与来带到。我们被人看也看别人，也了解神国的需要，也参与也带到。所以不要再说我一个人可以信主。所以不要再说我一个人可以信主。也不要再说啊，我也不想到会堂，我在家里面看 YouTube 就好了。除非逼不得已的状况。除非逼不得已，我们也不要说我在家里看 YouTube 就好了。因为聚会重要的意义，咱下晡思想过了。因为聚会重要的意义，我们下午思想过了。愿主啊，所记咱在座诸位以上见证。愿主耶稣今天在座诸位以上见证。咱来吟诗，一起唱诗。赞美诗440首。赞美诗440首。